是你吗？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！吃了，对不起，阿文，听话，这几天就好了。哎，哎，你要干什么呀？我想洗个脸。张医生，哎，那个叫阿文的病人已经醒了。哦，好的。家属待会儿记得让他把药给吃了。嗯，好的，谢谢。没事儿。这几天好些了吗？还做噩梦吗？几天，我在医院好几天了。嗯，差不多四天了。四天？从上次你在家昏倒之后，这几天你一直昏。怎么样，病人好些了吗？啊，好些了。他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家里的事儿。在医院就安心养病，别想太多。张医生，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。嗯，你说。我们要办出院。出院？为什么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我想让我太太回家静心安养。啊，您放心。药会坚持吃，我会定期来医院取药的。好吧，在家可能更适合调养，咱们随时保持联系。啊，
谢谢您，江医生。不客气。看完奶奶，我想去趟老宅子，我想在那住段日子。喂，什么事儿？我现在就给奶奶上坟，快到了，你们自己处理吧。公司最近怎么样了？挺好的。穿鞋，你把鞋穿上吧。小时候，奶奶经常带我来这玩。怎么了？鬼？什么都没有啊。有，真的有。哪有啊？没有。走吧。走吧。
怎么了？这幅画怎么挂在这儿？啊，你奶奶临走前挂出来的。奶奶，她为什么挂这幅画？听说呀，这画上的女子叫秀霞，曾经是个戏子，因为她父亲欠了乡绅程老爷的钱，被抵债做了妾，秀霞整天的闷闷不乐。同年，程老爷请来了教书先生杜江童，秀霞在杜先生那里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，他们偷偷的相爱了。过了年，秀霞生了个孩子，杜先生。可是没人知道这个孩子不是程老爷的。江童，蓉蓉，叫爸爸。哎呀，他还这么小，哪会叫什么？对。再说，你也不能这么叫他，万一他以后真的叫你爸爸。这全府上下的人知道了，那可不得了。我们私奔吧。啊，私奔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看，你最喜欢的绣花鞋，我特意托人从苏杭给你买来的。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没过多少日子，府上就传开了，程老爷自然也就知道了。带上来！跪下！秀霞，说，到底你做了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别在这装傻充愣了，小玲儿，说说吧，他是不是跟杜江童？说，是。你这个贱人，狐狸精，给老爷戴绿帽子，还敢撒野，反了你！快说！到底你做了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。老爷，太太，你他妈给我大点声！老爷，姓杜的那小子让我们给抓住了。怎么说？全都找了。老爷，怎么着？按家法处置。按家法处置。老爷，按家法处置。是。男人烧死，女人陈塘。是。带走，带走。走，走，快。老爷，说，那孩子怎么处置？弄死他。不。孩子，让他给我们做一辈子佣人，不，让他给我们做一辈子下人。告诉所有人，不许跟他说他的身世。是。停。少奶奶。今天是按家法处置的日子，临走之前你有什么吩咐，我尽力而为之。求求你，把我的孩子留下。这您放心，老爷都吩咐过了。我还有一个请求。说吧。把我的鞋留下。哎呀，这人都没了，您留他干什么？好歹给孩子留个念想。好吧。
还有什么事吗？杜先生呢？他已经先你一步走了。动手！走。就这样，被陈老爷陈淡了。后来呢？什么后来呀？孩子，那个孩子怎么样了？那个孩子就是你奶奶。奶奶？怎么奶奶从来都没跟我提起过？我也从来都没见过这幅画。因为这幅画不吉利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幅画啊，是杜先生亲手画的。这里面有杜先生和秀霞的怨念。怨念？流氓，那为什么？要不要把饭菜热一下？不用了，刘妈，估计她在外面已经吃过了。哦，哦，我来吧。啊！怎么了？后面有人。有人？哪有人呢？哎呀，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啊！没人，你看。刘妈，啊，我上外面走走。哦，来，把这披上。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你生病了，特意来看你的。啊，你听谁说的呀？老潘呀。啊，周杰去家里找你，正好碰见我。嗯，我就开车把他带来了。你们吃饭了吗？啊，吃过了。你看你又在外面吃垃圾快餐了吧？哎，快进去吧。刘妈。哦，家里来客人了，再多炒两个菜吧。哎，好的。你们先休息吧，我上楼放东西。好的。嗯。周杰，嗯，那边坐吧。好啊。周杰，你先坐一会儿，我看看潘航拿的东西。好的。带画架干什么？我现在不想画画。画画也是治疗的一部分。周杰怎么来了？碰上了，非要来。你没跟他说我得什么病吧？没有，只是说你不舒服。周杰只是美院谭教授的助理，我跟他没有什么交集。人都来了，你说怎么办？总不能现在让我把他送走吧？你就是顾虑太多，安心养病。有个人跟你说说话，
不也是好事吗？潘航，我的病好像越来越重了，总是出现幻觉。今天在河边看见那个女人，刚才我又看见了奶奶。啊，没事，只要坚持吃药，一定会好的。先下去吧。我不想下去。你这样很不礼貌，知道吗？我怎么不礼貌了？这是我自己的家，我又没有邀请他过来。好吧，你休息吧。你不是吃过饭了吗？哦，刘妈做菜好吃啊，所以吃起来控制不住了。是啊，刘妈做菜好好吃啊。周杰，嗯，你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？没有，就是想看看你，顺便想看看你画的画。画？画都带画室，下次吧。嗯，好啊。你考美院的事儿怎么样了？哎，我没过，所以我想还是出国留学吧。出国留学也挺好的。嗯。哎，可是我现在身体不行。你身体怎么了？啊。你看。哎，刘妈，收了吧。哎。你炒的菜真的好吃，我都吃光了。你说你身体怎么了？啊，我身体没事儿。啊，对了，阿文，今天的药你吃了吗？要坚持吃药。是啊，得了精神病，一定要按时吃药，按时睡觉。对，我得了精神病。你不是说没跟周杰说我病的事儿吗？对不起，我的疏忽，回头找他聊聊，让他保密。你跟周杰很熟吗？哎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她不是你闺蜜吗？来，把药吃了。我闺蜜？她什么时候成我闺蜜了？生气了？没想到因为这点小事你还会生气啊。小事儿？那我跟你说件大事儿。过两天安林来。安林要来？你妈也来吗？她不来，她给我打电话了。安林回来会不会是因为奶奶财产的问题？都走十多年了，奶奶不在了，他们回来了，一定有问题，我找个律师吧。别说了，这是大事儿。奶奶走的时候没留遗嘱，咱们不能坐以待毙。你妈对不起你们安家，这财产不能给他们。安林岁数小，财产还不是你妈受益啊。我想这次安林回来，一定是她计划好的。好了、嗯，对不起，我头很疼，药我已经吃过了。安文，你没事吧？我今晚想自己睡，你先出去吧。先出去吧。
秀霞，不要怕，我不会。我美吗？美。来，你也可以像我一样美。是你吗？我是阿文啊。刘妈，哎，你这干什么呢？我熬点药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
干嘛呢？大半夜的。这是干什么呢？刘妈自己熬了点药，就别说了。熬药？给谁吃啊？她身体不舒服，自己吃。刘妈，哎，这是干什么呢？啊，对不起，我给自己熬点药，没跟你们打招呼，对不起。大半夜的，你不要整天弄这些乱七八糟的。哎，我知道了。没事儿，刘妈。老潘，怎么了这是？啊，没事儿，睡觉吧。哎，阿文，你休息的怎么样？没做噩梦吧？啊，没有。嗯，你穿着挺好看的。你什么时候放我屋的？你睡着的时候，我想你不是挺喜欢的吗？赶紧休息吧，嗯。戏服，戏服，什么戏服啊？就是唱戏的那种戏服。您看看，就在这柜子里面。什么也没有啊。不可能啊。走了，胖胖，对，我是胖胖。你又做噩梦了？这是梦还是真的？胖胖，打开那个柜子。柜子里有什么？有没有一件戏服？什么戏服？阿文，是这件吗？来，请吃水果。刘妈，我们今天晚上吃什么？啊，厨房里东西多得很，要不你自己看看去。好啊，那我看看去。嗯。啊！哎呦呦！啊，吓死我了！啊，谢谢刘妈。刘妈。哎。奶奶，房间里那件衣服，您之前见过吗？哦，凡是放在柜子里的衣裳啊，都是老太太生前的东西。真的不错。请进吧。接回来了。
Hello， 你们好，我是安林。安林。阿文，你好。这位是我的一个朋友，周杰。你好。刘妈。哎。刘妈。小时候照顾我们的。抱歉，不记得了。啊，没关系，你走的时候啊才这么大点儿，十几年过去了，不记得正常。先上楼休息一会儿吧，累了吧 ？OK。看看还有什么需要的吗？啊，挺好的，不错。那你先休息，吃饭我叫你。嗯。哎哎 ，Excuse me, is there a network here？ 我是说。抱歉，这里没有网络。他除了跟你一个姓，完全就是陌生人。他都离开那么久了，走的时候还那么小。还小？不是说快上小学了吗？我看咱们赶紧找个律师想想办法吧，他肯定冲这个房子来的。嘿，这是妈妈给你的信。嗯，这是给安文的信。看看写的什么。你不看吗？我会找时间看的。现在还有时间，我想去看看奶奶的墓地。哎，哎，你这是干嘛呢？怎么了？你这么做很不礼貌，知道吗？是吗？我不知道，在美国不会有这样的问题。这是在中国，中国有中国的规矩。再说了，你也不是美国人。我是美籍华裔啊。行，你是美籍华裔，看完了吗？走吧。还没有烧香呢。烧香？你不是美国人吗？美国人也烧香？这是祭拜的传统，你不知道吗？对了，我想去奶奶自杀的地方看一看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只是简单的吊念，这个你应该懂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特意为你去寺庙里求的，保平安驱邪可灵了，大师开过光的。你还信这些啊？我可不信这些东西。哎呦，这些东西可要信呐。你是不知道，我们身边啊有太多不干净的东西了，都是来讨债的。我一直想跟你说，就是这个房子，我第一次进来就觉得特别不对劲儿。不对劲儿？阴气特别重。别说了。哎，我给你算命吧。啊，我有点不舒服，不用了。哦，哎，那先把药吃了吧，把药吃了，然后可以睡一觉。这个是老潘临走前交给我的，他怕你忘了吃，特意嘱咐我的。发现的时候已经两三天了。
回来了。阿文呢？早睡了。吃药了吗？阿文病了。是。什么病？他是那个，不要打听那么多了。哦，你俩聊天呢。啊，对了，你可以带我去能够有网络的地方吗？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现在就去拿包，因为美国那边有些邮件需要我查收。你去拿吧。谢谢。你怎么没吃药啊？我忘了。要坚持吃药才能好得快。大航，最近公司没事吗？你不是不过问公司的情况吗？怎么了这是？我怕你为了照顾我耽误了正事儿。公司挺好的，放心吧。你信看了吗？提到房子的事了吗？我现在没心情，过段时间再看吧。别过段时间啊，赶紧看看他怎么说的。你很关心这个房子。你什么意思呀？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我不是怕你受欺负吗？行了，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潘航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别生气啊。你赶紧把信看看吧，我先走了。怎么了？你怎么搞的？我怎么了？他药都没吃。我给他了。你要看着他吃下去。我刘妈，你平时多跟他聊聊，我不是交代你了吗？我说了要多聊，有空就跟他说。我知道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药。药？什么药？这是治我自己老毛病的药。哎呀，盖上吧，难闻死了。以后不要在厨房弄这些东西，难闻死了。哎，可以走了吗？我累了，改天不行吗？干嘛去啊？他非要上网。可以带他去市里啊。市里？干嘛？我正好拿点东西。拿东西？拿什么东西？我买的东西。走吧。文文你好，见字如面。妈妈提笔写信，此刻心绪万千。这么多年来，妈妈知道你还是不能原谅我与爸爸的离婚。时隔这么多年，你爸爸也早已入土安息。我觉得是时候将这个秘密告诉你了。其实和爸爸离婚是我不得已的。当爸爸检查出胃癌时，他就跟我商量，希望我跟他离婚。那时我死活不肯，关闭了公司，并向亲属朋友们借了很多钱为爸爸治病，但是都于事无补。恰巧有个商人
愿意为你爸爸支付出所有的医药费及营养费，但是唯一的条件是让我嫁给他。但是我很矛盾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。这些事你爸爸都知道，和你爸爸离婚的时候你是那么的恨我，盯着我的眼睛，到今天我都历历在目。文文，请谅解妈妈，也请不要再追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。坐这儿吧。这可以上网，我们去办事儿，一会儿回来接你。安林，你一切都好吧？都挺好的。你要照顾好自己啊。放心吧，妈妈，你也多保重。安文看信了吗？你们谈了吗？还没有，我下午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谈一谈吧。他好吗？我看照片里他很憔悴啊。他病了。病了？什么病啊？我也不太清楚。你要问清楚呀，他吃药了没有啊？吃了，不过他吃的药是治疗精神方面的。精神方面的？妈，你不要担心，放心吧，我会去查的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我们保持联系。老师你好。有事吗？啊，我取一下快递。哪个系的？啊，我原来是谭教授的助理。叫什么？我叫周杰。你看那边哪个是你的？嗯，好的，谢谢。哎，哎呀，怎么这么多东西啊？你应该给我打电话的，我去接你。没事儿。什么有事没事的，我跟你说，你一定要注意。哎呦，你是关心我呢还是关心你儿子啊？都关心，都关心，赶紧上车吧。人没了。哎，人呢？哪个人？刚才那个人呢？哦，那个人啊，走了。走了啊？这个王八蛋真是过来给我添乱。服务员，跟我们来壶茶。哎，还喝茶？你心可真大，他要是丢了我们怎么跟安文交代啊？你急什么？我想他一会儿就能回来，肯定去外面瞎转了。奶奶，希望您能够安心，原谅妈妈吧。绣花鞋怎么不穿？
怎么了啊？我看见秀霞了。哪来的秀霞？没有秀霞。画里，画里那个秀霞。那都是我编来骗你的，没有秀霞。走吧，赶紧回家。安林，我问你个事儿。这次来的主要目的不光是看看你奶奶的墓地吧？是不是还有遗产的事情？是啊。流氓，我见秀霞跟画上穿的一模一样，我是真的看见了。哎呀，那都是我编来骗你的，没有秀霞啊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，流氓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，流氓？你告诉我，怎么了？这是？行行行，快点，潘航，怎么了？我看见秀霞了。秀霞？秀霞是谁？秀霞就是我经常看见的那个女鬼。她今天把我领到了河边，差点淹死我，是流氓救了我。秀霞。就是我们家画上的那个女人，她是奶奶的妈妈。这都是谁告诉你的？是刘妈告诉我的。刘妈刚才跟我说这些都不是真的。我问她为什么，她支支吾的也跟我说不清楚。然后我又问她，哎，你别听她的，她整天那么迷信编故事吓唬你。我看他是病得不轻，我的意思是，别听他胡扯。你们在讨论什么呢？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？阿文，要不你上去休息一下。我好怕。我陪你上去，休息一会儿吧。啊，来。好些了吗？嗯，好多了。这个刘妈也真是的，我去问问她到底怎么回事。潘航，别走，我害怕。不要害怕，我马上回来。嗯。进。安林，好点了吗？嗯，好多了。今天我跟妈妈视讯了，我跟她说了你生病的事情，她很担心你。妈妈写给你的信你看了吗？嗯，我看过了。 OK， 那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需要你签字了，因为遗产的问题他们还是很繁琐的。怎么了，安林？你真的长大了，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你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改变过。你到底怎么回事？干嘛去河边？
服用这个药服用多久了？怎么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。我不可以在这里吗 ？OK， 那我先回去了，你们聊。他找你聊什么呢？啊，没有啊，就是。他说这个药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就是关心我得了什么病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哦，对了，刚才我问刘妈了，她说是对你好，怕你总是疑神疑鬼的，才说骗你的。我问她到底有没有她说的那回事儿，她说有。我一生气说了她几句，她挺委屈走了。走了？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你怎么能让她走呢？不行，我去找她。别添乱了，行吗？照顾好自己吧。你还嫌我不够累吗？好了，别想那么多了，安心把病养好。盼航，说，我这病还能好吗？只要坚持吃药，一定能好。哦，对了，说到药，还有个事儿。你上次给奶奶买的保健药，能再买些吗？怎么了？哦，我一个朋友的母亲岁数大了，也想吃点保健药。你看能不能帮着买一些？嗯，快递到这儿吧，回头找时间给他送过去。好的。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。阿文，阿文，怎么了？阿文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睡着睡着就下床了，然后大叫一声，就这样。哎呀，怎么了这是？鬼，鬼！好，我看见鬼了，我真的看见鬼了。行了，那是梦。不是梦，不是梦，我真的看见鬼了。你们相信我，我真的看见了。我们换房间吧。我觉得可以啊。盼航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没事儿。
谁来了？阿文，阿文，你醒了？潘豪呢？刚出去了。你到底得了什么病啊？我总是能梦见很多恐怖的人和事儿。你看到什么了？我那天看见了一个红色的鬼，今天早上又看见上吊绳上面有一件绿色的戏服。我知道你们都不相信，真的崩溃了。我也看见了。你也看见了？嗯，昨天晚上我看见你说那个红色的鬼，还有今天早上那根上吊绳。阿林，那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怀疑这一切都是人为的。人为？你那个药呢？药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怀疑这个药有问题。药怎么能有问题呢？都是医院开的药。医院开的药当然没有问题，可是你怎么保证这个药就是医院开的呢？当然，我只是怀疑，我怀疑这一切都是人为的。怎么回事啊？先回去，后面的事我来处理。为什么？哎呀，别问了，先上车再说吧。你跟周杰是什么关系？朋友啊。那他跟潘航呢？也是朋友。你是说他们？不然还有其他人吗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怎么不可能呢？你出去，我不准你诋毁潘航。你出去。OK。不是说好了按计划行事的吗？眼看要得手了，你为什么要停止啊？是吗？知道了。周姐。啊？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啊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啊？刚才刘妈打电话说，老太太吃完安稳买的药，整天神神叨叨的，昨天差点跳楼。什么药啊？能让人自杀？都是那些微商卖的保健药，我估计不是假药，就是有副作用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接着吃啊。我估计等阿文醒生回来，老太太就已经完蛋了。可是刘妈都知道了，还能让老太太吃吗？她懂什么？我说这是正常反应。再说了，这是阿文买的药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然后呢？然后等老太太死了，安文肯定受不了，我就开始也给他吃这个药。嗯，给安文吃药之前先让他住一次医院。住院？为什么？因为只有医生的诊断证明安文有精神病的话，他的死就不会被怀疑啊。对，这个很重要。等他死了之后，我就把老宅子卖了，还了公司的外债，咱俩去美国，到时候我就是美国人的爹了。
过两天我要给他办出院，邵文芬他一定回去老宅子，到时候我会让他在那住些日子，在这段时间内争取让他刺激加大，病得越来越重，尽快解决。东西我都准备好了，我们现在回去，你别忘了再嘱咐一下刘妈。嗯。不错，跟古画一样，怎么弄的？这点小手段算什么呀？你看看画的感觉怎么样？那个女人穿着一件红色的戏服，头上戴着一个黄色的花，很漂亮。那会不会是你在哪看过的戏剧人物啊？我从来都没见过。细眉，细眼，还盘着头。对了，她还穿了一双绣花鞋。可以啊。找个地方挂上吧。好的，挂上吧，我跟刘妈聊聊去。这是3万，不过我交代你的事儿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故事我有的是。不用讲那些没用的，要编跟他们家有关系的。老太太房里有幅画，等会儿你看看去。行。我现在去给奶奶上坟，快到了。哪有啊？没有。走吧，走。说话啊！我们分手吧。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信我看了。信上怎么说？他让我去美国。去美国？去美国干嘛？他已经把他名下全部的财产都转到我名下了。这多少？听安林讲有几千万美金吧。什么？我会补偿你的，相信我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会把你接到美国，我会让你拿到绿卡，我会给你很多钱的。我会。周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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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开我！你听话，我杀他！喂，喂，你好，你好，你是安林吗？我是。哦，这里是第三人民医院。哦，你说。你好，医生，我有一名亲人正在服用一种药，我感觉这个药有问题，所以希望您能帮我化验一下。药呢？你送来的药化验过了，是假药。这种药不但不能治疗精神病，还能让人出现严重的精神幻觉。请问你这个药是哪儿来的？我们需要立即报警。OK， 谢谢谢谢。不可能，胖豪不可能这么对我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如果我不说，你这辈子都不可能知道，你发疯的真正原因，就是因为吃了那些个药。然后在一起，怀孕了。我知道。
要想保命，那就从现在开始听我的。回来了。好些了吗？吃了药好多了。药我竟拿走了，你怎么还有药？瓶里还剩一些，我就吃了。药不能再吃了。为什么？那个药不管用，我又联系了一个医生，他会开些新药。周杰呢？他临时有急事儿。
因为他喝了我放了大量药粉的水，你们都得死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那个秀霞。秀霞？啊，我知道啊，她就是，是你娘啊！报应啊！我操你们程家一辈子！有一辈子当了一辈子的老妈子，我要报仇。当然了，凭我这么一个老太婆，我是没有力量能对付你们这一群人的。这一切还得感谢你，你给你奶奶买的高级药。我买的药，对，盼航阿姨吃了那些药会使人产生幻觉，使人发疯。他哪里知道没一粒胶囊里面都放了我做的药粉。本来你们是可以知道这一切的，那您那天为什么还要救我？要是你也死了，谁来配合我收拾盼航啊？小丫头，认命吧。要怪，就去怪你的祖宗吧。小心。